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玩家机密。日本作为游戏大国之一，自古以来对游戏产业的贡献相当大，当地的游戏文化也相对普及化。那么，相信大家也知道，如今市场上最为著名的游戏机有很多都产自于日本游戏公司，其中知名度最高的莫过于索尼、PlayStation 以及任天堂旗下的各种家机、掌机等等。这些公司对于开发游戏机这一方面少说都有30年的经验，而经验老道的任天堂更是有着超过40年的开发经验，过去也达成过不少成就，才会有如今游戏产业巨头的地位。不过如今市场上有一家游戏公司，它虽然并没有索尼、任天堂这么悠久的历史，也算是比较迟才进入游戏主机市场的，但却是如今游戏产业当中最具影响力的公司之一，甚至还在去年完成了游戏产业史上最大手笔的收购案，总计约687亿美金。没错，他们就是微软的 Xbox。 Xbox 可以说是少数能在2000年以后加入主机市场并且获得巨大成功的公司之一，在全球的销量也不容小觑。不过大家知道吗，如今 Xbox 也才刚迎来20周年不久，但在这20年期间， Xbox 全系列的主机仅仅在日本地区卖出了大约230万台。可能有些玩家对于这个数目没有什么概念，所以这里就拿任天堂的 Switch 来做对比。 Switch 推出至今已有5年之久，但在日本地区的销量就突破了2500万台。换句话说，一台 Switch 仅用了1/4的时间就超越了 Xbox 这20年以来在日本所累积的成绩，而且销量还要是10倍以上。当然这并不是因为 Xbox 本身的销量就不好，要知道至今最为畅销的 Xbox 360 在全球有着8400万台的销量，而日本只贡献了其中的不到 2%， 也就是162万台。虽然这个数目对于一些国家来说也不会算太少，但日本作为游戏市场最为庞大的国家之一，只卖出这点销量并不正常。毕竟同样身为游戏大国的美国就卖出了超过3800万台，两者简直就是天差地别，更别说其他销量没那么好的 Xbox 主机了。这也就说明 Xbox 其实并不是那么受日本玩家的青睐。当然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讨厌 Xbox 或是 Xbox 主机的游戏性能不够强，背后其实有着不少因素，所以今天玩家机密就要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为何相比起其他两大巨头， Xbox 在日本市场会那么失败的原因。如果有什么说错又或是想要补充的地方，也欢迎玩家们留个言分享哦。那么在影片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并且打开小铃铛，以免错过我们的更新。我们事不宜迟， Let's go。 首先这里就先和大家分享一个引起这项问题的根本原因。相信稍微对游戏产业的历史有点认知的玩家都知道，日本对于整个游戏产业的发展都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如今市场上一些实力与名气都兼具的游戏开发商，就比如说 From Software、 Sega、 Capcom、 Square Enix、 任天堂还有索尼等等，都是来自日本的游戏公司。那么在过去的1983年，美国游戏产业就曾面临过一次相当严重的大萧条，而那个时候就是任天堂出手拯救了整个市场，方法就是推出旗下的第一款家庭游戏机，也就是大名鼎鼎的红白机。在那之后，日本的游戏产业就进入了迅速崛起的阶段。在高速发展的情况下，当地自然就迎来了许多游戏工作室，也诞生出了非常多游戏佳作。可以说直到90年代末之前，游戏产业几乎都是由日本在统治的，可想而知日本当时在游戏界的地位有多高。那么和大家聊了那么多历史，主要想表达的就是日本早就给游戏产业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别说日本当地的玩家了，几乎世界各地的玩家都对日本产出的游戏抱有一定的信心，至少对于当时的市场而言确实如此。以任天堂还有索尼为例，他们俩可以说是日本游戏产业的骄傲，而很多日本玩家也同样会引以为傲，甚至已经成了他们心目中的标准，彼此之间也建立起了强烈的信任关系。
现在我们就把时间推回到2001年的1月3号，当天微软的创办人比尔盖茨就在一年一度的消费电子展中向大家展示了初代 Xbox， 而且还邀请了巨石强森来担任嘉宾，可谓是历史性的一幕。不过微软的这番举动也确实震惊了不少玩家，因为这是自从1993年亚达利推出伽瓜主机并且面临失败正式停产后，美国历经多年所付出的第一台游戏主机，于2001年的11月份在北美地区上市，日本地区的话则是在隔年2月份才上市。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微软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一家负责开发电脑软件的公司。这么一家软件公司突然宣布要生产硬件，而且还要是做游戏机，这对于原本供应就非常充足而且选择也更好的日本来说，自然就不会被当地的玩家所青睐。其实 Xbox 作为一款相对较迟加入这场竞争中的游戏主机，本身在起步上就输了一半。刚刚就有提到，初代 Xbox 是在2002年的2月份才上市的，然而这并不是一个很明智的决定。如果按照以往的经验来看，新一代主机的上市日期要是定在年尾的假日或是圣诞节的话，照理来说才会得到更好的销量，这就让 Xbox 在日本一经开售后就失去了更好的曝光机会。除此之外，价格昂贵也是其中一项问题之一。当时初代 Xbox 所要面临的对手就有索尼的 PS2 以及任天堂的 GameCube。 根据数据显示，这两台游戏机在日本的市场价分别为29,800日元以及24,800日元，两者都比 Xbox 的34,800日元还要来得便宜。虽然价格比较高的 Xbox 具备着一些其他主机没有的新功能，但这并不足以吸引大批日本玩家对其感兴趣。对于大部分的日本玩家来说，他们从小接触的游戏机普遍都出自于索尼还有任天堂，自然也会比较习惯那些平台的操作。当然这些公司也非常了解当地玩家的需求，所以生产出来的产品才会大受日本玩家的喜爱。想要说服日本玩家转换平台也自然成了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那么初代 Xbox 的设计给日本玩家的第一印象就是相当糟糕的，原因就在于它的造型设计。首先就是它的手柄，当时购买初代 Xbox 的玩家几乎都会附送一个名为 The Duke 的手柄，除了日本以外。那么这一个手柄乍看之下，整个的体积会比市场上的其他手柄还要大上不少，而日本玩家就相当不喜欢这样的设计，所以微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就干脆给日本玩家重新设计一款手柄，所以才会有了后来体积相对较小的 Controller S。 但这看似讨好玩家的小举动，实际上并没有带来比较好的效应，因为除了手柄的设计以外，日本玩家还对 Xbox 主机的设计感到相当的不满，原因就是因为体积实在是太大了。如果拿它和其他竞争对手做对比的话，就能明显看出体积上的区别。这样的大小对于日本普遍面积比较小的房子来说相当的不友善。其实当初微软非常看好 Xbox 在日本市场的发展，毕竟人家可是游戏大国，所以便给自己一个目标，也就是要在日本发售的4个月的时间里卖出600万台 Xbox。 结果过了2个月之后，仅仅卖出了19万台而已，估计这样的销量就连微软自己也想不到。那么导致 Xbox 不能在日本成功的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日本人其实更向往自己国家所生产的产品。打从二战结束之后，日本的经济就在以惊人的速度在增长，一时间日本就成了一个生产业相当发达的国家，也掌握了非常多的技术，所以当时才会出现一系列一流的产品，其中就包括汽车还有各种电子产品等等。那么相信大家也听说过，产自于日本的商品尤其是电子产品，在品质优良方面都是受到世界公认的，或许这就间接让日本当地的居民对国产商品产生了更多的信任，于是即使在面临各种选择的情况下，他们也依然会坚决选择购买国货，所以外来商品想要称霸日本市场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那么有人可能就会质问，人家苹果手机不也是来自美国的吗？
那又是为何苹果手机能占据日本手机市场的一半以上呢？那是因为苹果有在长期的对日本市场进行针对性的销售策略，所以才能换来如今占据半个手机市场的权利。那么对于微软的话，他们的情况就会相对复杂，因为微软一方面并不打算放弃日本市场，但另一方面却似乎没有认真的对日本市场实行各种行销策略，所以如今才会发生类似的情况。这里就拿独占游戏来做例子，由于 Xbox 在起步方面就玩了很多，所以独占游戏固然会比其他平台来得更少，这也让 Xbox 失去了独占游戏的优势。再来就是 Xbox 旗下的独占游戏普遍都是针对欧美市场所开发的，并没有开发太多和亚洲文化相关的游戏，以至于 Xbox 旗下最著名的独占游戏就只有像是《最后一战》以及《战争机器》等等的 FPS 游戏系列。然而大部分的日本玩家却更热衷于日式 RPG 或动作探险游戏，就比如说《最终幻想》系列、《萨尔达》系列、《魔物猎人》系列等等，似乎对 Xbox 的独占游戏并不抱太大的兴趣。这是因为以往也很少会有日本游戏开发商会选择和微软合作，当然目前这样的情况也在逐渐好转了，毕竟就连小岛近期也宣布会加盟到 Xbox， 但以往确实会比较少，所以这也造成大多数的日本玩家并没有购买 Xbox 的需要。前几个月 Xbox 终于在日本上市20周年了，但根据数据分析，Xbox 主机在这20年来的销量总计230万，分别就有初代 Xbox 的47万台、Xbox 360的160万、Xbox One 的11万台，以及如今 Series X、S 的14万台。不过可笑的是，即使 Xbox 的日本市场再怎么不成功都好，如今 Xbox 较为小巧的 Series S 在日本的每周销量竟然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超越了 PS5。大家要知道，上一次发生 Xbox 超越 PS 的销量已经是8年前的事情了，而如今这样的情况还在持续的发生。要是 PS5 还在持续面临供应短缺的情况的话，会不会出现惊人的 Xbox 反超 PS 的情况呢？在底下留个言和大家一起分享吧。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里结束啦，喜欢影片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还有就是记得打开小铃铛，以免错过我们的更新。这里是玩家机密，我们下次再见，拜拜。